哦，那还是这种。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我是 Michi， 我们是 Tiffany。所以，我都到底不买 face。Let's just take this away first. It's too big. OK。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很大的箱子，还很重哎。哇、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该不会是暗网寄过来的？暗网。这个包裹上面写着 Vlog with Sony， 怎么这个看起来很像 lens 的感觉？哎，真的是 lens 哎 ！Charger， Oh my gosh， Camera stand 哎 ，SD 卡也有哎。你们有没有一颗相信我们是真的压抑、啊、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啦，我们怎么可能不懂？所以相信大家要是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的话，应该有看到我们有发关于 Sony 活动的一些 IG stories。 然后这个包裹呢就是 Sony 寄过来给我们的，让我们在镜头面前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包裹里面有什么。 Sony 的 A6400 1670F4 的镜头， CG60 的麦克风，一个 VPTE 的 tripod，还有一个64GB 的 SD 卡。这个重量就是非常的俱全，同时也很轻巧。然后我本身特别喜欢它的这个 flip screen， 因为要是这个在旁边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的占位置。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你会在人潮多的地方，那个 flip screen 要是被人家撞一下就是 GG.com 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特别的好，而且当我们 vlog 的时候往上看会比较自然。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好的 feature， 就是它的 autofocus。 据说这相机的 autofocus 是 Sony 出的最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不管我点什么它就立马 focus 什么，它 autofocus的速度真的是超快，然后超精准的。即使你一直在移动的话，它也不会失焦。很惨啊！Damn fast 啊，姐姐 ，Damn fast， ready， one two go。 How is this fast？I highly doubt this is fast enough。 而且你在外面 vlog 的时候很时常你会被人家挡到，对吗？就算你被人家挡到，它有一个 setting 叫做 face priority， 它依然还是会对焦。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可以拍 4K HDR， 有一个 mic input， 很多种类的 lens 可以让你切换，达到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两个真的超兴奋，今天终于要用这个来 vlog 啦。不过在那之前， Sony 问了我们几个问题，让我们在镜头上回答。第一个问题是 How did you get your start in vlogging？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少 vlog 的，我们都是做那种 haul video 比较多。我们开始 vlog 的时候也是那种出去逛街的那种。下一个是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about what you do？ 我只知道我的 least favorite 就是 editing， 还有放字幕，好像有点偏题。对啦，我觉得拍摄是最好玩的。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someone who wants to start vlogging？ 我们每次跟对方说 Just do it， 开始做的那一步是最难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advice。 What kind of equipment do you need for vlogging？ And how does this set of Sony's vlogging equipment help you？ 说句实话，我觉得刚开始拍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器材，如果你有个手机就可以了。然后当你去习惯镜头，然后确定你真的很喜欢 vlog 的话，你就可以开始 upgrade 你的器材，去 invest in 一个好的 camera。如果你们是真的想要去利用专业的器材，我个人觉得这一套真的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完善。基本上它这个 set 足够你 produce 一个 professional vlog。 OK，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去 event 了，因为我们有点迟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快点走吧。OK， 所以我们现在在去 event 的路上。然后这个相机真的是超清晰的，因为现在我的毛孔都被看得到了。然后今天早上我们睡醒的时候，超多人在 DM 我们，跟我们说朋友刚好在新加坡。所以我们周日发视频，然后周一朋友就来新加坡，周二 which is 今天，我们就要跟他在 event 上碰面。如果这个不是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呀。虽然今天你可能会脱单嘞，想太多，真的是太巧了，这三天内发生这么多东西。OK， 谢谢，谢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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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What? I didn't say anything. You said something. What did you say? Is my hair here messy? Like, excuse me? A bit pongsa, but I can laugh. Pretty enough lah for Taeyong. Shut up!你敢吗？我觉得OK啊，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有什么奖励耶？你要给我一点incentive吗？嗯，奖励啊，100块。我哪里可能100块不收买？你想太多了啦。但如果你不去做的话，我就不煮给你喽。你要晚餐你自己煮。 你是哦？对啊，我不是靠脸吃饭。你很瘦啊！你是我讲不是靠脸吃饭。你不要再这样聊我啊！我特别害羞啊，真的不是开玩笑。哎，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哎，快点！妈妈妈妈。
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不要聊我这是什么快问快答影片没有啦我不懂啊好不用来也不偷你什么叫偷我就是你啊偷你的时间好、哦、可以偷我啊下班吧所以是 interview 吗没有啦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嗯看到的哎呀 I think it's okay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环游世界需要多久吗没有环游过不知道不知道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大概三秒因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因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又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你刚才就想了很久吗想了很久哇所以平时你姐姐都是这样乱撩人的、啊、是好真的真的撩我是吗你看不可以这样哦不可以这样哦别闹了所以你们单身是真的单身还是假的单身真的真的确定吗 连你也单身你也单身我跟你讲哦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很会聊的人都单身的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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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算会聊不算会聊哎你还没有跟我讲你单身吗单身真的单身真的单身吗没有不可能我跟你说他这么说你还挺欢迎没然后他单身就一个可能性什么可能就是还是哦姐妹是吗哦对姐妹姐妹看不出来真的不可能所以哎 by the way 你们是住哪里哦我也住我心里我也住我心里我也住我心里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哇所以我才讲不要相信朋友不要相信朋友单身收回收回没有人收回他真的是应该是一集十五分钟啊跟狗弟聊这段可以分三集我觉得这个叫 documentary 了现在然后现在我们在吃饭的地方然后这边的灯光特别的暗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族跟新加坡族呢跟吃饭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分开了对刚刚在玩这个 Sony 的 RX0 Mark II 超级好用的它这么小一个但是它有 flip screen 然后它画质超级超级好它真的是很聪明它不是我们来以为然后呢给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要全部都买回家我也是我们现在要很冷我要打人我要打人 I'm so exhausted 真的很累丑耶直接有人在看不好意思OK 所以我们到家了然后哇塞有没有看那个 blurring effect 哇好清晰哦连猫孔都看得到了姐姐姐姐 It's time to wake up 我们要做 ending 耶 Remember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玩的一天大家晚安哦
所以整体下来，你这个相机的实用心得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突然间变成 professional vloggers，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相机，从拍摄到声音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满意，特别是那个 autofocus 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今天也真的非常感激 Sony 邀请我们参加这个活动，我个人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好玩，特别是因为有人碰到了特别的人。 OK， 所以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记得点赞转发这个视频，然后要是你们喜欢看更多这样的 vlog 的话，也记得在 comment 下面告诉我们，然后如果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所以迷你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